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下面要来看的是我们的神魔之塔这一次的行商要塞这个特殊商品类出现了一个龙科。那这个龙科呢？不是这个。那这个龙科，在这个这里商品购买这边有一个连枝硕暴龙座。要价要到多少？个十百千万十百千一千万，对，一千万嘛，对，没错，一千万。然后有好像是2月25号嘛，还是2月26号开放的。然后一千万，那这个呢？要不要买呢？其实龙科就是不嫌多啦，像上一次有一个龙。也是龙科，好像是一千万吧，我毫不考虑直接按，我连看都没看。龙科这东西都不嫌多了。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技能有什么。然后模式是破碎龙咒，点击两粒或以上的相邻的相同符石即可发动消除，消除三粒或以上相同属性的符石才会计算连击。这个就多练习啦，如果不会消这种的。像大师比较会消转动龙咒，所以比较喜欢转动龙咒。好，那这个适用于兽类。那兽类的话，如果你有玩德鲁伊队的话，这个技能，如果你看第一个技能是一回合内无视全体敌人 80% 的防御力。那现在如果你用兽队玩的话，有减一下防御力的就白虎啦。那白虎现在上场的几率真的很低了。所以你搭配这个龙哥遇到敌人可以破防的，破防的话，需要破防的敌人，这个龙哥带着就对了。那第二个技能是一回合内兽类成员攻击提升 30%， 30% 很多哦，真的蛮多的，一回合内4500积分。第三个技能是随机三个兽类的成员技能7级减2，好，这个减2非常的多。要不要买？当他买啊，有钱就买 ，OK 吗？啊，没钱的赶快去刷钱，这个很好用。像我不知道兽队现在还大家有没有很常玩的，像大师还蛮常玩兽队的，因为大师只有个德鲁伊队。好，那这集就先这样子哦，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喜欢我们频道，欢迎频道主要放的分享跟订阅，欢迎到粉丝按赞，你追踪最新的消息。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谢谢，拜拜。